OK， 我们现在刚刚做完测试，我们蓝色的 LCA 量得多，它其实是会导致肚子有点痛，然后但是不会吐，20块已经喝完喽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尝试看看这个大家都说会吐的红色。那这次你的喝法是想要希望怎么样？我也是10罐，然后再5罐5罐。你说10罐直接进去？对。好，他用手指头戳。我已经戳我腿部。7罐，哇，没想到10罐多，1000啊，真的是1000。我刚就喝了2000呢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挑战者是我这位健身教练的朋友阿邦，然后他接下来要挑战红色20罐，这个是10罐的量，大家可以看到是1000墨。那由于我们刚刚大哥的测试呢，中间都会有停顿，那阿邦说他将不停顿，我们来测试看看吗？我这么厉害？我看中间可以停顿一下，但是不超过60秒，好不好？不过你两个规则差不多，因为我们想知道怎么样的状况才会吐。这大概是我想要想喝最多养乐多的一次，这是所有很多小孩子的梦想，对，喝养乐多喝到饱。哦，这个正甜，所以我想配点东西吃一点吃，我要让吃过来，吃都不想吃，感觉好腻，哦，这好甜，那种感觉真的很腻，他脸色已经不太好，谁想听？谁会想不想吃幸福？为什么我也要进来喝？明明就相亲会吐的啊！就跟着就是发生。没有测试，我想到我这喝完，我们还有10罐，我们可以给另外一个测试。我们三个人都要测试，每个人身体反应不一样啊！对，20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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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酒差，喝酒是马上就撑，但你可以忍受那个撑之后你就过去，这是你可能一开始觉得还好，可是它后面爆发的那个程度，就是那爆发出来然后会有条筋，然后上面写着美味的，你等一下就可以跟我们看看这个筋洞长什么样子。来吧，哇，还加不加？不要乱喝。哇，有想吐的感觉。是不是开始抗拒它了？有点不想喝了。对，你现在喝了多少？现在他喝了还有3罐的量，所以我喝了7罐。你喝了7罐，我喝了7罐，我喝7罐已经有点身体抗拒，想吐想吐了。那比他这个20罐还快零，我在想应该是糖分比较多。而且你有精神，你想吐了，你是胃胀。哎，你有点胀哎、欸，对啊，就胀啊。我觉得我大概大概800，我大概就要吐，吐了。那还是我们换另外一个测试。可以，我的极限大概是到700，我就想吐了。测试完不是应该吐出来？没有，我想看你对我。不是应该只要看他吐吗？我喝完20，那我就跟你说蓝色的不行。我觉得左边的吃很爽。我觉得我们就换下一位测试。对，我觉得刚刚一起吃完的也送。对对对，700就想吐了哈，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到此结束。没有 ，This weight is never at the end。没有。我们可以看下一位哈，他可以喝多少？不是我这个，你要测试一下。我要测试什么？你不要总是只会看我，要清醒一下。对。反正又不要，绝对不可能会低于我们啊！我们一个2000，一个700，你觉得不可能？现在还有多少罐？1000啊，跟我刚刚一样，1000。喝多少？就多少。现在是剩300。300，那刚好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我有这个节目。对，你走。我走。不管你走，我们的粉丝也可以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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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攻守交换 ，OK， 就是这个呢喝了蓝色的20罐，到现在呢开始打嗝，对，开始打嗝了，有肾痛，可能是自己的问题，不是肾啊，肾在后面吧，可能是自己的问题。这个呢喝了7罐就开始已经拒绝，开始身体有抗拒的感觉了。那换他，可能他会打。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。没有，记得订阅我。Later， 我想我躲不掉。然后我们现在还剩下14罐，我
们还剩下十四罐，这里是一千，有些十罐。那我也不啰嗦，我就不像他们两个一样，我喝到吐，好吧？十七罐，他们我看你吐，我也想吐，然后我就全部三个人吐了，我到我们两个，然后我们三个人。我在旁边看都没什么，但是这样一看真，其实看起来很好，真的好多啊！加油！加油！你们有没有得病？就是没有啦，真的病，真的病。快点去，大龟，大龟，我加油！我叫刘志凯，叫清爽，哎，等一下，不要浪费。我太难了，我一口气喝四罐。好甜哦！是不是很甜？甜哦！我刚刚在旁边的时候，其实我刚刚在旁边的时候，其实是觉得你们俩在干嘛？是不是？为什么不可以赶快喝完？知道我这种，你知道这样的感觉吗？好腻哦吗？一口气一直，但是一开始很好，对，然后后面就啊，对，很腻，很腻，很想配的东西，把那味道带下去。不然我跟你讲吧，哎呦，一半了一半，不能喝六罐，六罐，没啥。我可以啊，这个会还厉害。我七罐我就真的想吃，这我是最可怕，因为后劲的时候就很可怕。没有撤退可言。哇塞，最后一千人，真甜，真甜。那一罐一罐喝，一罐一罐。应该是因为他因为健身关系，所以没有代谢比较好，没有内脏，就头有点昏，怎么有点醉的感觉？刚刚十罐都有酒精是不是？醉的感觉，我觉得用小罐喝比大罐好喝，对，好喝。会不会是心理作用？因为这个你会觉得没劲。就是两口，你要我用搓的呢，还是我要跑步？我要跑步。你要我用食指？你刚才就是用搓的那边，就是让你尝试一下用搓的感觉。然后加咸咸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真的，看他表情，感觉就是开始有点 feel 了，这里开始有点收紧，然后稍微有点不想看到他这两个东西。跟你们不一样，我要挑战把它喝完。我觉得应该够，那还在两，现在十七吧，因为我也只剩三罐喝，但是就算把这三罐喝下去，其实也没有办法。对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到那种像你们那种很抗拒的感觉。你看，我刚刚我是有到抗拒，稍微。我身体有抗拒。有位，你有没有事啊？有位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还有点饿。我靠！好空虚哦！我挑战完十七罐，一点事都没有。然后挑战完二十罐，品牌不同，他没事，就是肾痛。哈哈哈！肾痛就是身体痛。可是他挑战七罐就开始有点不舒服了，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代谢有关系，代谢有关，因为体质。他有在重运动，他代谢比较好。这个常喝酒啊，肾痛，哈哈哈肝比较不好，是肠痛还不是肾痛？来，我的话，你刚才身体不好，全部都他脑袋不好，因为他重运，头有点痛。发生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反应。对，不过其实我今天特别期待看到有人吐。其实这个也可以破除一件事，就是说，其实很多 YouTube 他们有做过这个挑战，然后甚至很多的网红他们也做过玩过这件事情。但我们好像破除了这件事情，就是它不是一个必然的事情。对，虽然我还差三罐，但是说真的，你再让我喝个五六罐应该都没有。好了，其实我们想继续喝，其实也没有东西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。对 ，OK， 如果有想要跟我挑战喝养乐多的人，随时欢迎你下战帖给我，好不好？OK， 那当然，未来有很多网络的测试，我们觉得有秀敏会来试试看，看是不是真的。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测试或者网络留言你想要知道的东西，都可以投稿给我们，那我们来测试，好不好？OK， 非常谢谢你观看到这边。我是 Black， 我是大哥，我是阿拉。OK， 要记得订阅我们哦，谢谢。就在拍摄完后三十分钟。Hello， 各位，就在刚刚，大概就是拍完以后半个小时躺在床上真的不舒服，然后我吐了，大吐。我自己有催吐一下，但是哇，
我感觉吐到身体被掏空。由于东西太恶心，就给你看了，就浅浅看一下。对，好的，这是实验证明，就是它会让你吐，但是它需要一点点时间。有。所以任何东西过量都不好。OK， 我出来看。我再也不会做这个事情了。